天法地利存电台，春寒多雨，夏寒惬意。经过严重的寒天，地利存阳热，万物开始繁盛。闽南的柳飘的雨，带点庄严。本身天风落来的那位，是人心心的北风山间荡，也是暖暖的南风拂来来度。所有的人点点的轻轻的在街顶，无声无息。妈妈风传来太马上，这是在各种闭幕的时节。天法的庄严，飘到多方最晚南的太湖上下，几啊千年来电台，第二勇士，天风飘来的庄严，龙奶、丹锦、参笋、葵花，立春参风的天法，用六对夏种做一摆主题，第小人的一条法，将那个来的世界，讲点总条度感情的故事。行人地呀，去记三亚三八年，过去的血流血草，跳白的粉去落汤。人里地呀，神心感恩，挖条坤显影过来的从路漫漫。爱过严重寒天，春天时的天法，对暗藏的身体产出新的性格，风露发色，灵通发跳，就像新出世的红鸭的。韩国艰苦的二郎二郎，新的一年，立春祭祀就会开展。老太家供养天法参孙，就像新生命。对第二天的蔬菜，清明谷行宫前。人生人海兼配定义，讲下天台老二穷下边。两下时间，单压两点。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呢，在此台苏唐恩客家三期神奇师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秋天。今天节目希望可以带来本人听众一则快乐又神奇的心情。当然，俺也希望讲可以介绍到一条客家三期度啊，非常多的神奇的故事，本大家来重新回味，重新来认识。
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再次来收听《学中新鲜事》的节目。